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，这个球落地的时间真难打，雷声两位跑者都要回到本垒得分了。哇，林焕宇掌握住机会了，这个偏高的球被他给掌握住了，两分打点二垒安打。哦，这个是串联的三支安打，这个状况真的很好，一个内角高的球啊，完全被掌握到，就是典型的在抓直球的节奏在打。是一个内角高的位置，掌握得很好，尤其是手腕的运用很完整。前比数来到的是2-1，台中威达呢在四局下半呢现在超车成功，一分的领先了国训队。一出局之后呢，连续三支安打了，于贤明、黑曼内斯呢，再加上林焕宇，